弟子徐慧芳在此一结心门，从今而后肝胆相照，为兄弟两肋插刀，为情义赴汤蹈火。何处是头？爱你爱了多久？心痛说不出口。看着天空没了以后，地平线交错，究竟到哪里才是终点？何去何从？诺言留下的泪，是谁的不对？面具下我的泪，还有谁能够了解？偷偷的走，一个人走，流淌着血的心在伤痛。谁帮我那些思念，那些从前，全部思念。对爱情不知在乎公不公平，深爱你的人总有。今嘛，为会当证明老金把自头到尾咧讲白菜啦，只有你啊！只要你出现咧叶飞的面头前，安尼老金把伊所有骗局自然就破功去。所以阮几落个月来，有拼性命咧找你啊！啊，当然啦，天开一边，嘛是一定要甲你找甲着。阮找你。是为着要救叶飞哦，老金爸要找你，伊是想要知影伊大汉后生老祖文下落。啊，问题是，伊知影老祖文下落了，伊绝对甲你拍死，因为伊无可能和你甲叶飞见面嘛，对无？我绝对不让长毛继续这么认贼作父、为虎作伥。你放心，这事包我身上了。啊！我一定找机会，我跟耀威两个人好好聊聊，我把这事情给他解释清楚了。你今晚要安排你跟耀威见面咯，还是有困难多的啦。你知影无？耀威哦，叫老金爸骗个戆戆些，伊既然和老金爸利用，对我心中开一枪，我要么死。什么？你看这孩子啊，这会变什么样了？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来，我袂怪伊啦，不低价无罪啊，倒要怪伊创啊？放心啦，我会赶紧安排你甲叶飞见面。只要你两个见面，一切是非黑白，自然都清清楚楚啊。南哥刚才找人通知我说，他顺利找到孙大哥了。
待会啊，天辉把他安置在三芝的度假村。那么，太好了。兰哥的意思是，尽快安排耀辉跟孙大哥见面。只要耀辉见到了孙大哥，天魁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。你是，就是，如果耀辉见到孙大哥，知道了这一切之后。 一定会去找天魁算账啊！这样要的处境就很危险呢。但是你不觉得他待在这里更危险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上一次他还差点去抢军火。耀辉一天不恢复记忆，他就一天无法脱离天魁对他的控制。这一次我们好不容易想在天魁前找到了孙大哥。 这是让耀辉认清事实的唯一机会。现在耀辉信任的人只有你一个，除了你以外，他不可能接受其他人的安排去跟孙大哥见面。淑君，你愿意帮忙吗？ 我知道了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想一下。请进。哎，梁秘书啊，你在这，我找你找这么久呢，怎么了？找我什么事？哎，算了，我回电话故事，要叫你起来看一下啦。哦，好。哎，是讲，你来哪里的房间啊？好啦，熊哥。 哦，就头有点晕啊，想说，请聂医师来帮我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嗯，好了，小姐，聪哥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嗯，谢谢聂医师。哎，阿罗，哎，这是我想要特别跟我交代，什么经理美白汤，别给你报者。好，哎，跟家，跟家。谢谢哥。嗯，好，我先走了哦。好，谢谢哈。 耀辉现在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还可以过平静的生活。一旦知道天魁出卖他，他一定会跟天魁翻脸，也许还会想杀刘金豹。要是耀辉背叛了天魁，天魁一定不会放过他。那耀辉该怎么办？我又该怎么办？难道我不该让他去见孙大哥吗？可是林淑君。 你不可以再这么自私了，耀辉有知道真相的权利，而且只有让他离开天魁，他才有希望脱离黑道的生活啊！我拥抱你的快乐，让我看见生命意义，见面你。 可是我要怎么开口跟他讲啊？如果耀辉知道我一直知道真相却不告诉他，他会愿意原谅我吗？好不容易才和耀辉在一起，耀辉要是知道真相以后，我们又会变成怎么样啊？未来会变成怎么样？为什么连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？不行。 我如果再继续隐瞒下去，未来他知道了这一切，应该会更无法原谅我吧。浩姐，浩姐，小英子，浩姐，小英子，我要请你帮我忙，我要去基隆一趟，我要见耀辉。什么？ 确定真的要这样子吗？之前汽车旅馆的事情，会长还用横梗才发过脾气耶。哎呀，现在风声正紧，
小燕子，我现在真的管不了那么多，反正你一定要帮我忙。哎，阿果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？你说啊。 就是让今天浩宇姐上通告之前，先跟耀辉哥见一面。不行啊，之前汽车旅馆的事情，会长和总经理才发布脾气，现在风声正紧。拜托，那件事情是谁害的？自己车子不好好保养，雨刷才会坏掉的。你这个罪魁祸首，还要浩宇姐还有耀辉哥帮你扛。可是我，可是什么事啊？我告诉你哦，你要是不帮忙的话。 我就不理你了。哎，小燕子，小燕子，不要不理我，我会死。会长今天血压很高，快要到180了。我建议会长今天多在床上休息，不要下床活动了。好，不听了。那你平常就你太姐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会长，在床上多休息一下，你不舒服的症状自然会缓解。没啦，这样。 我定，还是先定体检啦。工会又到咧吃，先啊，再管。喂，哦，你稍等下哦，我定，两位。 会长，我有一件代志要你报告。你一直咧找老孙，即马伫咧三联会所，甲江一龙咧抬杠泡茶。啥？你讲啥？会长。不过即马要为江一龙的手中，接到老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因即马甲陈耀辉也要联络到的。刚换伊会甲老孙安排去别个所在，我到时去甲会长。 我知，行，卡特的叫人是等，你三十外岁的人，嘛叫他卖，让我时间变衰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老孙已经给江一龙接走了嘛？啊！刚才黑龙情报讲话的到底是谁？原来三年里面也有天魁的卧底，都是本车。 妖精也嘛敢混，因搞这件事，人竟然敢弄死你阿弟啊！你查老孙路丢呀无？伊是，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你个，你个，给我你看这个。应该是心脏引起的休克，如果是这样。 那我就不必救他了。李信，我回去去把他弄。在我出事前，我不是想杀他吗？难道这是天意？我不应该违背天意。 无奈是了，无奈是了，提供没有宝贝，提供没有宝贝。哎，医生，拜托，我刚回去检查一下，进来，进来啦！回去，进来。部长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 不要太担心，刚刚我已经帮会长做了一些处理，会长也吃了药了，让他休息一下，状况会改善很多。不过有些不好的事情要先麻烦松哥，先不要跟会长报告了。今天啊，就暂时先别刺激会长。
哦，我知影啦。我应该快点提醒堂哥有内奸的事。对了，峰哥，会长的降血药吃完了，还有一些急救的药品跟器材，我要去一趟药房。啊，袂用的啦，咱会长的状况打稳定尔。我看你也是伫厝的 standby， 罗文静去甲看一摆。 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我去上我的哈喽姐，走走就行了。总监，你叫什么？跟着哈喽姐保护她。不行，我打给她一下。哎，不用打，哈喽姐手机在我这，你看。好了，这种大楼都是自己公司的，没有关系啦。对啊，没事，走啦，走啦，快。杨辉。 你怎么突然跑来找我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杨辉，我现在要讲的事情，请你仔细听清楚。 吕文浩、许富城，还有余慧芳，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，他们没有背叛你，反而是天魁的人骗了你，他们全部都在跟你演戏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我。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，你觉得我有任何理由应该相信你吗？这个，我以为在教堂里的宣誓包含了无条件信任。阿辉，阿福跟小玫瑰的故事。 只是我们爱情的一部分，不是你全部的过去。我拥抱你的快乐，让我看见生命意义。见面逆着风的风景，都让我们更相信这美。阿福跟小玫瑰的故事，只是我们爱情的一部分。 不是你全部的过去，他们怎么可能找到你？
他们怎么跟你联络上的？他们没有找我，是我主动找他们的。我从一开始就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络。你知道你现在想这个事情有多可怕吗？如果你是被他们利用了，我会原谅你。但如果你是发自内心的说这些话，我会转身就走。我说的都是事实。等一下。其实我替你挡过子弹，即使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你能不能就听我把话讲完啊？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天鬼他们是怎么办到的，可以把你骗得团团转。我只知道，你一直以为你妈是被三连他们杀死的。可是陈耀辉，那场车祸只是一场单纯的肇事逃逸。你想看看，若是傅成他们害死你妈，为什么还要帮你妈办后事？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的去灵骨塔搭你妈的塔位？你觉得他们会知道在一年之后能够找到你吗？我们终于把哥给找回来了。一年前哥是因为失忆，所以没能送你最后一程，千万不要怪他哦。你记得我跟你说小玫瑰和阿福的故事。有一次阿福的妈妈要换肾，所以她心情很不好。小玫瑰就带阿福到山上去大喊，抒发压力。你知道是谁救了你妈吗？是狼哥，他不收你任何一毛钱，二话不说把你妈送去泰国换肾。还有，你对狼哥开的那一枪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三年的人没有来找你报仇？你都不觉得奇怪吗？以我刚毅龙的恶社会的急速，你对我的心中亏了。想到到今嘛，全省无任何兄弟找你的麻烦，包括三年。之前你是我的保镖，每次出去只有你和我和小燕子。觉得如果三年的人想要来找你报仇，如果他们想要伤害你，他们会办不到吗？还有。之前天魁的说，你加入天魁，陈耀辉根本不可能啊！你以前一直待在屏东，因为我和你妈反对的关系，你坚持再也不踏入黑道。后来我去台北参加歌唱比赛失踪，你跟傅成第一次到台北，你觉得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加入天魁啊？我的东西为什么会在刘家？是天魁的人去屏东把你东西拿上来的。Thank you.
知道事情的所有真相，全部告诉我。你知道你在失踪的那一年，你的朋友有多痛苦，你的朋友有多着急吗？好险你还记得，你记得我们一起研发的泰虾面和超虾丸。我吃到阿国带回来的虾球面的时候，我就认出来，那碗面一定是你煮的，所以我二话不说的跑去面摊找你。确定你在哪里之后，我马上跟文浩他们联络。我以为他们顺利找到你之后，可以帮我好好照顾你。你为什么躲在这边不跟我们联络？你们是谁啊？我认识你们吗？谁知道你失去了记忆，结果刘金豹就抓住你。我们为了把你救出来，绑架了刘子贤。没想到刘金豹利用你失去的记忆，编了一大套谎言来骗你。你知道目的是什么吗？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你，杀死他的头号敌人江一郎。有一天你恢复记忆了后，你现在所说的话，所做任何代志，你都会后悔。我是永志啊，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的叶永志啊。江一郎摕200万给伊，用死的算是恁老母。他们三年的，巴不得要你死。我哪不是替你当兄弟？我到时还无够性命来救你，我放心啦。来，哎呀喂，王经理，我带个经理啊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为什么到今天才告诉我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也想告诉你啊，但我根本没有把握你会选择相信我。你真的中毒太深了，你知道吗，陈耀辉？我只能选择继续爱着你。我期待哪一天，你可以在平静中找回任何一点一丝关于以前的回忆。我真的太天真了。你在天魁里怎么可能平静啊？只要你还在这里，你就必须永无止境地替天魁卖命。我之所以选择现在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们终于找到足够的证据，拆穿天魁他们的谎言。选择现在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们终于找到足够的证据，拆穿天魁他们的谎言。陈耀辉，孙大哥没死，狼哥找到孙大哥。你说老孙没死，他很好。狼哥把他带到三芝的度假村。如果你可以去那边，你见到孙大哥，你就可以明白一切事情的真相。你愿意跑这一趟吗，陈耀辉？我答应你，我会去见老孙跟江一郎。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搞清楚，等我弄清楚之后，我再回来找你。
不可以，你不可以回来。我是被天鬼他们知道，你已经知道事情的一切真相，你在天鬼的处境会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可以再回来了。我不可能丢下你离开。我跟天鬼还有3年的合约，而且我爸妈现在还在他们手上。我如果逃走了，他们一定会对我爸妈不利。但是你不要担心，我也算是天魁的资产，所以他们一定不会伤害我。真的不要回来，我真的不想你再为我受任何的伤害，我真的不想你再……傻瓜。这个承诺，娶你为妻之后，我就发誓要用生命保护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回来。你要马力大，开起来才顺嘛！啊，空间大，开起来才会舒息啊！珊珊，你把看在我一天要开12个小时的份上，要买个大一点、舒服一点的车嘛！哦，说要找我看车，结果啊都是你的意见，哼，那就自己去看就好啦，干嘛找我？好，我听你的嘛，小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。安哥，喂，龙哥，行啊，啊，你今麦人在倒？哦，啊，今麦珊珊要跟我做伙来看车，安那？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老孙我找到，找到老孙啊！哦，我知，我念咪过。孙大哥，来。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好了，放手，好不好？这是真是，这两个大男人抱成这样，能看吗？你还敢讲？你这个臭老头，你到底躲去哪了？你是我们找你找惨了。哎呦，你这臭小子，要是我这臭老头那么容易让你这臭小子给逮到的话。哎，请问一下，我怎么逃得过那刘金豹对我的追杀？啊！这句讲了有道理。哎，那先去有刘金豹找到，早就无命了。就是嘛。哎呦，这小姑娘啊，这位该不会就是你的那个马子吧？不是啊，孙大哥啊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。哦，这样啊？对。只是好朋友，只是好朋友。是啊，孙大哥你好，我叫詹逸珊，你叫我珊珊就可以了。你好，南哥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哎呀，这我就说嘛，凭这小兔崽子，他哪有办法拔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女朋友，是吧？哇，孙大哥，你这样讲太瞧不起人了吧？我是因为讲义气，才把珊珊让给我的好兄弟吕。哎，不，你这小子说话说一半啊！啊，我知道，你说那个是耀辉的那个好朋友叫吕什么浩来着？吕文浩了。啊，对，文浩啊，吕文浩是吧？哎，不是他也是耀辉的好朋友，好兄弟了，怎么没见他人影了？
文浩已经去予天魁的人杀死了。什么的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是，那孩子他……刘金宝，刘金宝，你造的孽，我给你八辈子你也还不了。哎，龙哥，哎，孙哥被进来追电话被来了，来探休假啊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哎，行啊，他较晚哦，迄 M 十三酒店爱开股东会，我惊袂开卡，无安尼啦，你甲套动哦。你爱火上顺势过去三芝，咱的度假村遐，哦，好听无？无问题。三，我开车帮忙一下，应该不算走回头路吧？当然不算啊。哎，等等，那个，你刚刚说呢，回头路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是，跟孙大哥报告一下，我已经金盆洗手了，未来准备开计程车，所以我送你去刚刚好。这是干得好，这叫有出息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说这混黑道就是这样，你表面上看起来是风风光光，你私底下人人喊打。啊，来讲一款话啊！哎，歹势，黑社会不是全部拢歹人啊！啊，是我叫醒啊，金盆洗手，我无洗手。哎，我就是要说你，我说这蒋老大呀，你不是在搞生意的吗？你生意做得好好的，你干什么非得管这黑社会的事儿不行呢？啊！我问你，你每天过这种担心受怕的日子，你不累吗？会怕我就袂惊这条路啊啦！啊，不过哦，你讲嘛有道理啦。等我把老金爸处理掉，替我的兄弟杀去报仇了，凡是你讲的话，我会考虑。哦，孙姐，啊，来阮度假村那边哦，我规定少年已经在遐等你啦。哦，啊，等你，因火葬你过了，你就安心住落来，遐真安全。那孙大哥，等你吃完水饺，然后我们去上路吧，因为夜长梦多。啊，啊，既然哦，三餐已经来啊，无安尼啦，等下哦，你就带出来去洗温泉吼。啊，还是用我传这边烛光晚餐啦，为您家己处理啊，我来打电话交代哦。我好，真的吗？谢谢狼哥，那我就不跟你客气喽，我自己开一间个人汤屋。啊，对了，他自己开一间。我拥抱你的快乐，让我看见生命意义，前面逆着风的风景都让我们更相信这美。什么代志？哎呀，歹势，你伫困，煞甲你吵起来。三更我伫休困，袂用钱嘞。哦，头拄敲电话来讲，搁伫高速公路顶头。对啦，头拄红晴敲电话来讲，江龙要甲孙女捎去三芝一个所在，而且伊嘛确定姚辉甲孙女还袂见面。行啊。这个老孙呢，对咱太重要了。我想这件代志，爱你亲身出马，我才放心。我了解，我随时处理。孙哥，夜车来啊！我到。来啊！这边打个准备哦。注意，目标出现，目标出现，准备行动。
往前走。进去。完了，我看我们只能硬拼了，这是必须的。帅哥，下车之后我们就分散，我想办法安置好珊珊，然后跟你们会合，杀出一条血路。走，阿彪，跑！现在你走，我现在你走。是，阿丽，是，你先去后边看门啊！啊，哦，绕到后面看一下啦，啊，别要公仔这样造楼模啊！你在这边躲好，千万不要出去啊！哎，徐副长，你千万不要。放心，为了你，为了吕妈妈还有文浩。我不会让自己出事的，啊！小心！来，拿着，拿着枪，不要，拿着，手要伸直拿着，你扣扳机的时候一定要稳，要好像后坐力很强。小熊猫这个又小，你看什么引你出去的娘了？徐副长，你不要管我了，你不要管。小军，阿昌，你现在出去一点用都没有，你出去只是白白送死而已。我知道，可是要我像缩头乌龟一样赖活着，我办不到。你放开我！谁知道？你放我出去！高爷，林总来了。来搞我呀！什么事儿呢？果然是孙大哥，天哥，你爱完成处理，我把一个快点，我阎王都把一个快点一样。
在你我心里头痛。